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我是瑞，我不晓得这样收音收得清楚，因为现在路上的车还会有蛮多声音的。然后现在时间已经比较晚了，因为这家店啊，平常的时候呢，用餐时间几乎都是客满的。然后今天就是现在时间，看一下，现在呢是晚上的9点，所以现在的人就比较少了一点点，那就刚好可以好好来享用它。那它还有提供一些自助吧，那待会我们拍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 那我们先进去吧。这一家店的地址呢，位于新北市芦洲区的民族路355号。然后呢，它是他们的价格，汤锅呢从140元起，大概是100元左右而已。然后最贵的话就下面这个鲜蛤蜊锅，然后这个是其他加点类的一个价钱，也都蛮便宜的。然后呢，这里是他们的门口，他们的营业时间呢是早上11点到凌晨3点。